这只杨幂在麦特包上的造型简直一言难尽啊！说实在话，远看真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杨幂，不但脖子前倾，还有点驼背。话说杨幂的团队不提醒杨幂要注意仪态吗？而这件衣服更是丑到不行。杨幂原本就肤白腿细貌美，这条裙子的肉色很完美的掩盖了杨幂的一切优点，而且这次妆容也被人吐槽显得眼中脏脏的，感觉脸又不一样了，和平时少女似的杨幂相去甚远。而这张坐在沙发上拍，感觉又更不好看了，有种大上海歌厅风格。杨幂团队能不能长点心？我大幂幂明明可以更美的呀。